别羡慕北京人，我们也有很多无奈，尤其是最后一条。一，北京高考简单，但您看清华北大里边也没多少北京人啊。二，北京车牌不是值钱，而是稀缺呀，摇不到号还不能买卖。三，北京医疗是拔尖，就是挂号费劲，开个药都得耗上半天。四，北京房子是值钱，但普通家庭也买不起啊，卖了就没地儿住。五，北京教育资源确实好，但重点学校边上您得有套房子吧，要不怎么进去啊。六，北京东西是齐全，但有些高消费的地方看了价签就直接想回家。七，北京工作机会是多，但第一个裁员的就是我们，我们又得罪了谁呢？关注小谭酱，带您了解北京。